这个人看起来文质彬彬，怎么被警察抓啦？哎，不可以冒取人啊，他可是个专骗女生的男虫。他谎称拥有留美神学院学历，专挑熟女传教募款，还上交友网站假借传教结识女生。是哦，有人被骗吗？好多人自愿掏钱给他呢。这名女会计就是这样被骗上钩。也许这位女生以为他们是在交往，也许吧，但代价可不小哦。四年来，女会计在他身上花了300多万。天哪，这么多钱！结果啊，男虫最近疏远他，电话都不接，女生好伤心啊。好烂哦，不接电话就放过他吗？这男虫坏事干多了，好多女生早就去告他了。他前天被逮捕，听说至少有10多个女生受骗。烂人，